厉害厉害。好，那现在的时间称为婷婷乐团小小休息时间，请给我们一分钟，他会弹奏好听的歌曲给你们听。好好，然后我要去一个地方叫后方的厕所。我怎么觉得我被骗了？等我一下，一分钟。哎呀，我又被陷害了哦。被陷害。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们婷婷乐团一个回忆啊。对，一个回忆，虽然不是我们写的歌，那这个回忆就是你们记得高中吧？你要讲你几岁啊？高中，我25岁。那时候高中有一个广告，海尼根广告，就是你的手会伸进那个冰桶里面，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好了，没有理我，算了。好，反正就伸进一个冰桶，然后手会很冷的拿起那个海尼根出来那样，然后那个广告音乐让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就去找这首歌，然后并且把这首歌小小的变动一下，也没改变多啦，反正这首歌是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听到这首歌我们都想喝酒了，所以请你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细细品尝你们手中的啤酒啊，海尼根啊，威士忌啊，大麻啊，宝丽达啊，反正就喝嘛。好，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关斗关斗关斗。哎呦，你讨厌。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quanto, quanto, quanto. We can share love divine.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to, quanto, quant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r,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 a dayShow you the way to enjoy beyond
I can wait a moment more. It made your door.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d one. Please don't make me win again. Guando, Guando， 喜欢这首歌。你刚刚喝了不少酒啊，渴啊，前面的男的。哎呦，有种再来一瓶吧。啊哈。